经营，古代中国如此称呼隔海相望的日本。在两国源远流长的交往中，数不胜数的中国的文物流传到日本，其中不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在日本也被尊为国宝。直到今天，它们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由于常年隐居他乡，在这些文物的故乡中国，这些瑰宝至今却几乎鲜为人知。它们的身世如何？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的？我们首次纵观日本，探访了他们神秘的前世今生。 日本镰仓的禅宗寺院建长寺，这里正在举行1年1度的超度仪式，焚烧用旧了的茶血，通过超度仪式表达使用它们之后的感恩之心。在日本的寺院，超度并感谢使用过的物品是一种传统。 寺院的住持恭恭敬敬，向神明敬献一杯抹茶。使用的茶碗，出自于800年前的南宋。在日本，这种黑色漏斗形的茶碗被称作天目茶碗，因来自中国浙江省的天目山而得名。 仏さんにお供えするのも祖師にお供えするのも全部あの茶碗です。もうこれはもう750年以来全然変わっておりません。はい。常にあれでやると。はい。まあ早く言えば常に大事なもんっていうよりか常に自分の近くにあって一緒に修行しとるような仲間ですから。はい。今天天目茶碗依然是日本的传统茶道仪式上。 最为名贵的茶具。这盏南宋时代烧制的天目茶碗，无疑是茶会上的主角。和珍藏它的主人一道，向来宾们展示着别具一格的风采。在茶道的仪式上，天目茶碗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天目茶碗はお茶碗の中でも第一の位なんです。位が。天目茶碗主要是南宋时期在中国福建省的建阳烧制的。如今，在天目茶碗诞生的地方，只能见到堆积如山的碎片。据日本15世纪的史料记载，天目茶碗中。 药变天目被誉为极品，深受历代公卿贵族的追捧。这种茶碗有着独特的斑纹，放射着令人炫目的光彩，在世上仅存3件，如今都保存在日本，每件都被认定为日本的国宝。 不思議なことなんですよね。で特に曜変天目などが日本にしかないと。まあ、最近は発掘でかけらが発掘されましたけども、ほとんどいいものは日本にある。为什么天目茶碗今天都完整的保存在日本？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团。 东京的羽田机场，在机场里的美术馆内展示着各色各样、琳琅满目的茶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天目茶碗。这种天目茶碗叫和木，釉面上结晶粒留下来形成的花纹，被比喻为稻穗的尖芒，所以得名和木。 油滴天幕，漆黑中浮现出无数个闪光的斑点，仿佛油滴淌落。黄天幕，这种茶碗两侧挂釉，第一次的底釉呈现黄色，依稀可见，现存数量屈指可数。这些收藏是日本江户时期 在九州统辖一方的大名细川家族的传世之宝，从始祖开始直到现在，细川家族已经延续了18代。竹内顺一先生在日本是研究天目茶碗的最高权威。 天目はずっと大事にされました。ですから大名家で天目を持ってない大名家はないんですね。ですから今日本にある天目のほとんどの有名なものは古くは皆江戸時代を通じて大名家が持っていて使っていたものですね。ですから細川家も当然大名家ですのでいい天目はたくさんあったわけですね。そのうちの一つがこれですね。以黑色为基调。 形状类似漏斗，是天目茶碗的基本特征。这幅5代时期的宫乐图，描绘了晚唐宫中的女乐士们休息时的情景，她们饮用的就是茶。这幅名画表明，唐朝时期茶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饮用品。 宋代开始流行点茶，人们将茶碾成粉末状，放入茶碗中，注入开水，用茶筅搅拌。这种名为点茶的饮茶法传到日本，成为今天日本常见的抹茶。宋代还流行斗茶，这是一种角逐茶之优劣的游戏，参赛者将自己的茶放入茶碗，注入开水之后。 如果它色呈美观的白色，而且茶的颗粒始终不从碗底，这碗茶就被公认是最好的茶。斗茶当时大为流行，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乐此不疲。斗茶对茶碗也产生了影响。由于黑色的茶碗易于分出胜负，而产于福建省建窑的黑色建盏。 保温效果又好，冲泡后茶不沉碗底，由此宋代人普遍使用建盏作为茶具。浙江天目山的禅宗寺院，自唐代开始，这里就是修行禅僧们憧憬的圣地。南宋时期， 这里云集了大批前来留学的日本僧侣。坐禅是禅宗修行的基本功。饮茶不仅能够解除坐禅的疲劳，也会在困乏时驱赶睡意。饭后坐禅时饮茶还有益于消化，因此茶在僧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浙江余杭的径山寺，这座古老的寺院始建于唐朝，南宋时期曾经有多达1700名僧人在这里修行，其中有大批慕名而来的日本僧人在这里接受中国禅宗文化的熏陶。 上个世纪90年代，净山寺出土了少量的瓷器，它们是古时僧人的生活用品。这个茶碗从形状上来看，就是宋代流行的建盏。带着这个线索，我们来到建盏的故乡——武夷山脚下的建阳市。南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产茶地，在这里采收的茶叶曾是送往宫廷的贡品。 这是在茶园附近烧制建盏的窑炉“建窑”的遗址。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堆积如山的碎片，只有在周边的博物馆里，才可以看到保存完整的建盏。在建盏流行的宋代。 他们被大量带到了香火旺盛的禅宗寺院，之后，在浙江天目山一带修行的日本僧人，又将他们带回了日本。于是，建盏在日本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称呼——天目茶碗。而在天目茶碗的故乡天目山，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它叫天目茶碗，您知道吗？哎，这个在这个乡土电视剧里面有这个东西，我没见过，不知道。天目就是天目山的那个僧人用的茶碗，天目茶碗。不知道，不知道。 在中国，除了博物馆，这种茶碗已不复存在。而在日本，它能一直留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京都北部有一条曲径通幽的山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高山寺。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园。13世纪初，日本僧人从中国带来的三粒种子被播种在这里。 英才さんという方が持ち帰った茶碗をミオレさんに渡して、それをここに持ちに入れて、そこからも広まったりという教えになってます。来自中国的小小三粒种子，播种出了流传至今的日本茶文化。 公元14世纪末，京都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幕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热心于禅宗，甚至达到了出家的程度。日本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金阁寺，它是1397年足利义满为自己修建的豪华宅邸，里面专门设计了款待嘉宾品茶的空间。 而且为了装饰，足利义满动用了大笔资金，用于收集中国出产的茶具。1401年，足利义满将大批贡品进献给中国明朝皇帝。此后，他又派遣了100多艘商船，花重金从中国将大批上等的天目茶碗和各种瓷器买回日本。 足利义满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对饮茶文化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从丰臣秀吉所建的这座黄金茶室便可见一斑。正宗的中国茶具被称作唐物，公卿贵族们开始在大大小小的聚会中争相使用这些奢华的茶具，并引以为荣。在使用唐物已蔚然成风的当时，独占鳌头的就是天目茶碗。使用上好的天目茶碗本身已成为了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今天，茶已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尤其是传统的茶道仪式，在日本得以传承，它已被作为最具特点的日本文化而广为世人所知。 彭丹女士在日本从事中日比较文化学研究，她通过体验茶道，对研究茶碗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日本ではこの仏教伝来と一緒にこちらの天目茶碗も伝わりましたんですね。ですから天目茶碗はお茶碗の中でも第一のものなんです。位が。 それでこういう台に乗せて扱うという決まり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うするとこのお茶碗は宋の時代の中国で作られた本物ということですね。最近，彭丹女士就天目茶碗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我觉得中国人呢，可能是创造力很强，他很有创造力，所以呢，他的文化就这样新旧更替，旧的扔掉，新的再创造新的。但日本人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创造力也许不及中国人，但是他的那个改良能力和继承能力非常的厉害。他比如说，学习中国的文化，但是。 他一直继承下来，并且还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在中国，由于那个喝茶方式的变化，他后来就不用了。但是在日本，他虽然他自己的后来他的陶瓷也做得很好，他也有很多茶碗出来，但是呢，他都一直把这个天目茶碗保留着。这个我觉得是日本文化中最优秀的地方了。为了不使茶水变凉，天目茶碗使用加入了铁质的釉料。 因而呈现黑色。从侧面看，漏斗形展开的碗口外缘下部向内凹进，呈现所谓的憋口状。这是天目茶碗的最大特征之一。这个油滴天目茶碗的内外呈现出金银淡色的斑纹，极为罕见，一度为丰臣秀吉的弟弟所拥有。 名噪一时。随着茶道的盛行，天目茶碗又相继出现了多种色彩和花纹。碗口的厚重釉料是白富伦天目茶碗的特征，在天目茶碗中，这个品种极为稀少，是贵族家世代相传的极品。 这是木叶天目茶碗，在漆黑的铁釉中放了一枚榛树叶烧制而成的。日本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陶瓷大国，古代的制陶历史可追溯至1000年以上。日本陶艺家的工艺精湛，作品名扬四方。 日本本土生产的瓷器则诞生于17世纪，而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上等瓷器，历来是上层社会趋之若鹜的至宝。今天，仍被各地的美术馆或个人收藏家珍藏。这是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大壶，来自圆明园，釉色深邃，宛如碧玉，开片细腻。格调高雅，是同类青瓷大壶中的名品。明朝嘉靖年间是中国彩绘瓷器最辉煌的年代。这件景德镇窑的五彩鱼藻纹壶，色泽光润艳丽，堪称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五彩瓷壶。 采访中，我们见到了日本的陶瓷器中获得最高评价的作品之一，制作于17世纪的彩绘紫藤花纹茶壶——国宝。白釉上描绘着盛开的紫藤花，构图独具匠心。在日本，这种在本国制作的瓷器国宝共有5件。 令人瞠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瓷器竟有8件被指定为国宝。为了探访来自中国的国宝，我们前往东京北部的群马县。这里是25年前落成的一座现代风格的美术馆，收藏品也以现代艺术为主。 唯独镇馆之宝是一件来自中国的宋代瓷器。不巧的是，我们来到的这一天，这件收藏品被借走，与我们擦肩而过。原来，这件国宝正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这里举办的是“人间国宝展”。在日本，“人间国宝” 是对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的称呼。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件南宋龙泉窑的青瓷花瓶，这件国宝的名字叫青瓷夏无花生。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年代、由谁带到日本来的，但是几百年来，它在日本给予了瓷器创作者们无数的灵感。 所以，这件有形的国宝被借到这里，和被称为人间国宝的超级能工巧匠们的作品一道展出。为了继续探访国宝之旅，我们来到大阪，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看到了元代龙泉窑的杰作。 这件作品上的铁斑犹如蝴蝶翩翩起舞，与鼓出的瓶身和凹进的瓶颈相得益彰。令人惊讶的是，在8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国宝当中，天目茶碗竟然占了5件，其中一种斑纹独特的茶碗最为名贵，名字叫“曜变天目”。 曜变天目，如今世上仅有的3件，都完好的保存在日本，被称为传世孤品。位于大阪市中心的藤田美术馆，这里收藏了风格迥异的东亚艺术精品。 其中9件被认定为日本的国宝。这是其中的1件，玄奘三藏绘，出自于500年前的日本画家之手。12卷彩绘，笔法细腻，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唐僧一生的经历。 不过，今天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茶碗上。这就是药变天目茶碗，紫蓝色的斑纹随光线和角度而变换颜色。日本人把这种奇异的光辉称作药变，并比喻为碗中的宇宙星空，深邃莫测。我们在一份16世纪初的文献中找到了有关药变天目的记载。 这份文献中记录了幕府将军收藏的所有书画和茶具。关于药变天目，文中这样写道：“药变乃剑斩中最佳之作也，堪称绝世之物也。被日本最高统治者誉为世上无与伦比的药变天目，是什么时候由谁？” 带到日本的呢？对此已找不到准确的史料记载，但是自从它出现在幕府将军的收藏中之后，500多年来一直被有名的权贵富商以及大寺院争相收藏。这里是静家堂文库美术馆，这里保存的。 是日本大财阀岩崎父子多年收藏的东亚艺术珍品。20世纪初，岩崎弥之助为了防止东亚文化财产的流失，不惜重金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艺术品。他的儿子岩崎小弥太，在此基础上，又将父亲的收藏发扬光大。 这是赵孟俯的真迹。据说，热爱书道的岩崎小弥太每天都把它当作范本临摹。而如今，静家堂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件药变天目茶碗。它是南宋时期在建窑烧制的著名茶碗。有关它身世的传说。 就像茶碗上面的斑纹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对照文献的记载，它应该就是15世纪幕府将军足利家族收藏的药变天目。到了江户时期，它又成为新的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著名收藏。德川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据说他的乳母患病时。 他把汤药盛入药变天目茶碗，前去探望。从此一直到明治时期，这只药变天目茶碗都保存在乳母的后人稻叶家族手里。明治维新以后，近代产业的发达给美术品的收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达官贵人们拥有的珍宝开始被转卖到一些大财阀手里。 1918年，横滨的生丝贸易商小野公景斥资16万8千日元，从稻叶家族买进了药变天目。当时，1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日元，那么当时这只药变天目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16亿8千万日元。1934年，小野又将这只药变天目。 转手给了财阀岩崎小弥太。药变天目多年来一直为所有者玩赏和使用，而岩崎小弥太生前却从未使用过。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这件稀世珍宝的敬意。另外一只保存在藤田美术馆的药变天目，在江户时期。 被德川家康的后人珍藏达200多年。1918年，企业家藤田平太郎以5万3千8百日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药变天目。这个金额就相当于1000名大学生1年的学费。第三支曜变天幕隐身于京都的明刹大德寺荣光院。曾有一位富商的儿子到这里出家，带来了家传的茶具，名贵的茶碗也由此留在了荣光院。寺院不像美术馆那样公开展示收藏，所以 这支曜变天幕很少抛头露面，是3支曜变天幕里最为神秘的一支。曜变天幕茶碗仅存于日本，这似乎已是几百年的定论。不过，在当代中国，有人正试图创造奇迹。 在距离建窑100多公里的福建省南平市，我们遇到了为复制曜变天幕而奋斗多年的一家人——陶瓷艺术家孙建兴先生。孙先生一家3口一直在为曜变天幕的复制成功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曜变天幕的制作技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30多年来，孙建兴通过反反复复的摸索，试图找到制作曜变天幕的途径。至今，虽然已经历了千锤百炼，但是还是没有烧制出一件真正的曜变天幕来。 传世的有3件曜变天幕呢，是被日本人，从天幕山拿走，列为日本的国宝。那么这是我们祖国的璀璨的文化。那么我一生追求的只是把建窑的整个系列给它恢复起来，完完整整的交给下一代。 那么，为什么精美绝伦的曜变天幕在中国却无影无踪呢？对此，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学者彭丹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就是陶工们，他们肯定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了。比如说，这没有一点瑕疵的、很圆满的、很方正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他们想追求的东西。而突然出来一个变异，那他肯定会想了。 他觉得很恐怖，有什么不祥的兆头？上天是不是地上的人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上天要给什么惩罚？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恐怖。所以，当时的陶工们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有窑变的话，他就会把这个茶碗的窑变的这个碗这个作品给破碎了扔掉。所以，在当时的话，应该说，就说窑变就不容易留下来。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拜访了福建省博物馆的研究员厉建安先生。世上仅存的3支曜变天幕，厉建安全都亲手触摸鉴赏过。那日本之所以能够完美的保留下来这3件曜变天幕，应该说这跟日本人对这个茶道、对茶艺、对茶道具的这个喜爱，应该有直接的、很深刻的关系，否则他不会爱惜到非常珍贵的把它保留、代代传续下来。这是应该跟日本文化传统都有关系的。 那由于日本的有它这样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很深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所以这个3件的珍稀的这个建窑的产品能够保存下来，也是一件从艺术史上也好，从人类遗产来讲，都是一件幸事。 茶碗与茶文化紧紧相连。13世纪末，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使中日的茶文化走上了不同道路的分水岭。距离中国最近的九州海岸，迄今仍残留着当时日本为抵抗蒙古军队而建造的防御工事。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忽必烈力图征服缥缈浮现在东海上的岛国日本。 蒙古席兰惠祠，这幅画卷是一位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日本武士，战争结束后请人描绘的。他生动地再现了战斗的激烈场面，为我们今天了解那场战争提供了最形象可靠的原始资料。在防御工事前备战的日本士兵。 向日本军队放箭的蒙古将士，日本士兵试图冲进蒙古战船。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亡国的危机。被称为“神风”的两次台风，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日本。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战争突然结束。 日本将南宋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反观中国大陆，南宋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元朝政权，给中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元朝的统治阶层蒙古族。 是以肉和乳类为主要饮食的游牧民族，与宋代以来的抹茶以及茶道不同。他们饮茶时将茶叶浸入开水中，使茶叶一点一点慢慢泡开后饮用，称为散茶法。元代以后，散茶法在中国成为主流，沿用至今。 而散茶法却很久没有传入日本。在与元朝的战争中得以幸存之后，他们一直保留宋代的茶道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元朝之后，中国的饮茶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宋代，烧制并盛行一时的建盏茶碗也随之消失殆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人的银河寺，是京都著名的观光胜地之一。1994年。 银阁寺作为古都京都文物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于1490年为自己修建的宅邸。以将军为首的权力阶层、巨乳豪商、文化巨擘常常饮茶聚会。日本的饮茶文化在这里趋于成熟和完善。 中国散茶文化开始大行其道的这个时期，在日本，宋代的茶道文化却方兴未艾，曜变天目便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幕府将军的收藏记录表明，他被认为是天目茶碗中第一佼佼者。 天目茶碗那就用不上了，用不上了。而当时正好这个时候，正好中国的饮茶方式、抹茶的饮茶方式开始消失，天目茶碗已经成了无用之物的时候，正好这时海对面的日本呢，它的那个茶道开始兴起。但是日本的当时它还不会制造瓷器，日本瓷器的制造要到17世纪。要到好几个世纪过后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不会制造瓷器，那他就从中国买。那么中国的文人那么喜欢的天目茶碗，那么对他来说，他当然也很向往了。幕府的将军周边的这些武士的贵族们，所以他们就应该是用唐物，就自己能拥有多少唐物来炫耀自己拥有多大的财力，拥有多大的权力。 江户时期最有实力的大名之一前田密家，闻听前田家族曾经持有的名贵茶碗，可能是第4只曜变天目，我们立即前往拜访。滋贺县美秀美术馆，关于被收藏在这里的天目茶碗，专家看法不一。这只茶碗以底部为中心。 布满了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斑纹，犹如夜空星辰。不同的是，其他3只茶碗是结晶体多处聚集，而这只则是结晶体各自独立的闪耀着光辉。一番大きな違いは。 発色ですね。色の出方の違いです。青白い、夜光虫のような、そういう光がこう光を発するような色の出方なんですが、こちらの場合は、この茶碗全体にいわゆる虹色の、色がこう浮き出ておりまして、正門一つ一つから出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こう全体にそういう色がかかってい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発色の違いが一番大きいですね。近代館総定規の中にこの色の出方の説明があります。で、古き瑠璃、淡き瑠璃とともにこの黄色とかですね、虹色の発色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ね。曜変ということに考えれば、こちらの茶碗も、間違いなく該当する。 名碗と言って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ね。关于曜变天目发出的辉光，专家们意见也是众说不一。这也是曜变天目的最大魅力和特征。这种光彩是有意设计的，还是偶然出现的呢？无论是哪种情况，据说今天都无法如实再现。 で日本はそういう独特なその色と形を楽しみながら器を楽しむという文化があったからこそ大事にしてきてで、400年あるいはこれ500年以上経ってますけどもその歴史を超えて残したと思いますね。天目などは一つの歴史的な昔の日本人の中国好みってのはこういうものだったと。でこういうものは中国文化そのものかというとごく一部ですよね。もっとこれは南宋時代はもっと素晴らしい美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も日本人はそういうものよりもこの小さな器に込められたなんか微妙な美しさを発見して大事にしたと思いますから。长期以来，曜变天目茶碗被认为只存于日本。然而最近，忽然从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 传来了重大新闻，在位于南宋王朝迎宾馆的地方，出土了残缺的曜变天目茶碗。这只曜变天目，现今为民间收藏家方霄明先生所有。缺损的部分占1/4，不过。 茶碗的形状基本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在中国首次发现的这只曜变天目茶碗，出现在当时的都城，极有可能是被献给南宋宫廷的贡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即便是在烧制茶碗的南宋时期，完美的曜变天目同样是稀有极品。 以前大家都说在日本有，国内都没见过类似的那个瓷片，这我们觉得也一个为我们祖祖先很自豪啊，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只不过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我觉得随着以后的那个就是说研究越来越深入啊，国内可能也会出现完整的或者其他的类似的产品，也有可能。 药变天幕终于在中国现身了，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意义肯定是重大的。以前认为没有那么好的东西，那现在是发现了，那它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东西国外很关注，日本特别是日本，其实当时上手了很多日本专家，甚至亲自上手过这件天幕的日本专家，他们都去看过这个玩意，都认为它不逊色跟东京金家汤姆孔的比。 对药变天幕进行不断挑战的孙建清先生，获得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如今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烧制空间，从不气馁的他，也感觉离成功越来越接近。就是加厚，一个用更含铁量更高的釉点上去，让它的斑点促进它的斑点铁的这个厚度增加，就比如说它是这样的斑点，有意识的让它某个地方，这个含釉的厚度更高，也可能就是含铁的更高这样子，有意识的去点它，去加厚它，就是在高温烧制以前，看它的那种斑点，我们也有意识的让它在这个地方更促进它更容易显示那个效果。 年过花甲，孙建清决定让女儿继承自己的事业。女儿孙俪从小就被父亲的执着挑战所吸引，多年来一直给父亲帮忙做助手。对于药变天幕，她一直怀有一种特殊强烈的情感。特别是在日本的金家堂那个文库美术馆，那个看那个药变天幕，我们一家3个人整整看了2天，就从早上进去都不吃不喝，一直到下午闭馆了我们才出来。然后很多就是日本人嘛，就是很多日本人去看那只碗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他们都用日语说，为什么中国人烧出这么漂亮的碗？很多人都说太漂亮太美了，像宇宙星空一样。 就日本人对这个碗的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那种境界，但是他们都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那个药变天幕厂，都说太美太漂亮了。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就是大家都不重视都失传了，为什么在日本人心目中会那么高的地位？我真的觉得，就是日本人把我们这个建厂放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而我们中国人就却把它给失传，包括宋代的茶文化也全部都丢失了，真的太可惜了。所以就是这也是就是激励我说，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父亲这个建厂这个事业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光大。而且它也是我们中国一个璀璨的一个国宝，也是一个璀璨的一颗明珠。 这么多年了哈，这要是不成功，真是挺遗憾的。不成功是不可能的，肯定能成功。古人能出现的事情，我们一定也能出现。关键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要达到那种境界。中国古代的传统在很多方面，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 依然也有痴迷于它的人们，在继承的同时，试图去创造新的奇迹。